来，好，一、两，哎，三包一百块，吃少吃一百块，不要吃包，好不好？我这条一百块，来，飞机条一百块，吃少吃一百，不要吃包，飞机条。冇呀，飞机条一百块，冇买哦。好，冇听我讲来啦，吼，即摆先讲我先卖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冇听我讲来，冇挂，冇挂，冇挂来。来来，我讲好来呀，来呀，来喽，我问一下，好来呀。哎呦，卡门，贵条。来咯，我问一个人哦，迄个飞机后要钱发资源，哈，等于用钱好食好无？我用钱好食来，要食飞机，我几下头看啥物食好无？一包卖偌济？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好无？那我问问条啦，好无？要食来开三百，开两百，恁在做要食飞机丸的无？我存来三百块辛苦来，要食两百，两包卖四百，两包卖四百，两百多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多来。我要一百就好了。两百块不好吗？我买那个阿爸，买那么多，两百块不想买。来，好，我问一下哦，你在做小家庭的无？有小家庭的无？那么今天阿平先生买几种来？一百多，一百块。来，一百块来，多一百。来，要吃来一百，多一百块。想吃这一百，要来一百块问一下。一百块。我问一下，一百块。不然要爱无？无吼，一百块包要吃吼，来就当啊。哎，我再问一个人吼，来啦。迄个路易啥物吹路易啊？迄个白啊，我先来解释一下，这会使斗生理。我当然看你啦吼，有人要拜，有人无要拜啦。我讲这几啊来倒啦，莫讲一尾两百，一两五百。吼，一尾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好无？路易啊，我讲无啥物，讲打大尾尔，真正打大尾尔。一尾卖三百，开两百，两尾卖五百，两尾卖四百。我讲就这条倒来，你食路易无？两尾卖四百，开三百，剩三百块。你食三百？无用，伊阿个一瓶都无来，两百多两百块，落去两百，还两百。要食来烧菜两百，剩落来落两百块。要食落去无？拜天公，拜地公，拜地公煮来两百，剩落来两百块。下面交就是两百。来两百，搞问一下来啦吼。我食落去无？我搞就是两百，剩落来落去。下面食两百块。搞问一下来，落去两百块，下面食，阿要吹嘛两百，剩落来。要食落去无？我就食两百块，剩落来落去两百块。问一下两百块，下面食两百，剩落来落去。鲈鱼两百块，好像吃鲈鱼的，两百块鲈鱼啊，有人要吃的无？我问一下。老板，扒鸡啦有没有？扒鸡啊！扒鸡啊！这道甜，我这道甜有啊。你怎么能叫我扒鸡啦？不行哎，扒鸡啦！谁要吃的？来，两百。来，不吃来哈，快讲我就吃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我吃鲈鱼的无？要吃鲈鱼，我开就吃两百块，倒来鲈鱼啊！两百块鲈鱼，我想要吃两百块，倒来鲈鱼两百块。问你现在两百块谁要吃的？两百一片，两百一片。这个很多地方。而且没有事，到这个鱼啊，除了上海有吃，以外，其他拢无吃。然后就吃两百块，想要吃谁？问你下，问你下。无啊，鲈鱼两百块，无要吹啊哈，无要吃啊哈，无要吃面包和鲈鱼啊，两百一片啊，无我来偷回来。哎呦，我再问一下啦，好来，八只啊，来，八只啊，两百块，好来啦吼，八只啦，好，两百块就好了。苏阳大餐好吃好不好？啊，那个八只虾你啊，苏阳大餐好吃。我想要吃几啊来头啦，卖我一尾了偌济，那么真的啦，正常来讲啦，一尾来外口咧抬30块啦，40块啦，咱多听我讲真的来啦，好来啦，我讲来啦。要照我讲，两尾要去好不好？四尾要去，六尾要去，八尾要去，十尾要上车来，卖我500做400。开三百，两百块就掉200块，安尼无？十尾两百一片倒来，好不？十二尾两百一片好不？好，十二尾两百，今仔要食一片倒，等下，我讲安尼啦。迄个，我这卖了有无？好，我这卖了来放些福利出来，好不？放些福利予你，安尼使你啦，好唔好？听有啦吼，听有啦，几尾也好，也袂急啦。好，十二尾两百一片倒来。十四两百一片刀，要吃来一个，十五号哩，两百刀两百块。来，来二，四里哦，六尾来，八尾来，好，八尾一片刀来，八千啦。来，八尾两百块一片刀来。来，三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两百一片刀来，要吃。我讲来啦吼，二、四、六、八，来好来，三、十二、十四、来十六，我就一两百一片刀，八千啦，什么事嘞？不能下两百块，什么事啊？八千啦。迄个八千两百一片，什么吃西？来对啦，来，要吃来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来十二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我就觉得八十分都八千啦，买来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来要吃来，二、四，来回来，六、八、十、十
十二、十四、十六，我抽一个两百八，只要什么钱呢？两百块，我问一下，百一啊？还有多少？来一、四、六、八、三，来十一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我抽一个两百块，八只要什么钱呢？百只两百块，我问一下，百一啊？两百，无吼？百只两百块，我要下下来。来，你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放一下福利的，安尼使你了，好无？来，我跟你讲吼，一边好，啊，等下来无准算啊，我即摆袂，等下恁搁来，我无准算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来，我跟你讲吼，安尼啦吼，迄个黄鱼啊，我才要真诶啦，好无？安尼讲真诶来，虽然大真好食，我就三个就好，好无？我食甲买一个就好啦，好无？安尼啦，黄鱼啊，我搁这两尾福气安尼啦，正常还搁一斤两百外，这两尾斤外，该着三百的物件，两百好无？两百，一人买一个就好啊，咱一人买一个就好，安尼啦吼，一个来一百多，一百块，来，一人买一个就好啊，来。我叫你考虑啦。行行行，行。对，对。来一包好了，来，来一包好了，就给一包，我们来一包好不好？来边来，还没吃？来一包好了，就给一包，我们来一包好不好？来，吃啊，不买了。阿哥，要吃我一个春节两包，先讲一下，一包好。哦，什么吃一包好？来多一包，什么吃一包好？有人要来不？八十块，有人要来不？七十块，有人要来不？五十来多，五十块。你不同哦，我讲春节买一包五十块，来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牛肉我存来三日尔，我唔爱搁加讲好无？黑胡椒牛肉，你炒一个沙爹，炒一个大肠啊、四花啊，炒一下饭，炒一下面，拢会使哩。我存只来使就对啦。要食一包偌济？正常还够一包两百五，两包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咱卖三百五啦。出来卖讲啦，三包三百，四包三百，就一下来安尼好无？哦，黑胡椒牛肉啊，四包三百，一个来我讲啦。今仔想要食来无啊？五包三百，全部来要食啦。六包超你三百五，三百多啦。没有两份，我剩下五百块而已。中餐上剩五百了，连两份都不到了。快讲，我来吃起来，来啦吼！快讲，来啦来啦吼！过来吃这个这样，我今天讲真的啦吼，物件炸出来一两条出来，大家看来，快讲来，哦，这款什么吃好这样？哦，这叫啥？那个牛肉皮你也袂用吧？哦，羊肉，我你第一款咧炸啦吼，如果恁敢食羊肉无，恁敢食羊肉，同款来卖加讲来，卖个一包卖偌济，咱讲真诶啦，同款卖你两百五三百块，羊肉无上一斤四五百来，讲真诶来，我讲两包鱼好无，迄三包少少条，三包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一面都三百块，我问一下三百算啥物？一个来都好啦，我讲来啦，四包三百块，就是啥物食三百一面都三百块。鱼肉留了，啊，今天那边有。哦，三百。一个来就好来，四包三百块要吃来，我讲来，五包三百一份都好想吃些，五包三百，无用。今仔想要吃羊肉，我讲咱三个两包啊，谁要吃来？六包少你来，三百一份都三百块，想吃些啦。我问一下，三百块羊肉有人要吃来无？羊肉啊，在座人要吃羊肉，我就一个三百块一份都三百，三百。我问一下吼，牛肉三百块才要吃啊？哇，好白，无吼，牛肉三百块要来问一下，三百，
来问一下啦吼，这人要吃无济啊？哦，这叫啥金马公吧？哦，蟹黄肉，哦，猪肉鸡煮白菜肉煮咸梅，啊，你要吃济无？我剩咱三个尔。哦，金马公吧啦吼，要吃金马公吧，我少少吃，看啥物吃济好无？啊，我这足久无卖啊，头一年无卖济啊啦。啊，你好啦，我招在座几个见到啦，卖讲一包卖偌济，因为咱讲这今年金马公吧较贵啦，一包老百几吼，无重要啦。我少少吃，看啥物吃济好无？两包起卖300，开200，我讲三包起卖400。今日卖少量，同伊卖下，卖400开300就落300块。我问一下，300箱食啥物件？问一下吼，300块，我问一下，要食济无？好了，那个选举的啊，三包300块，要食我一个就少条就好啦。四包300块就食，看啥物食济好无？四包300，有哪要食这个物件的无？四包300块，今日想要食我就食，看啥物食来。好，五包300就落300块，要食济无？五包300，我问一下，有哪要食这个物件的无？今麦讲吧，我问一下，300块要食300就落来，今麦讲吧。300块，无要。蟹黄肉300，我要爱哦。我问一遍，无要。来一遍，好安尼啊，拜托说，要食来一。哦，这6包就恁来，看啥物食，久无买物件了吼。300一遍，好来300块。有人食这无？300一遍，好啦。300，现在食这就一个300块一遍，好300。有人食这无？然后问一下300块。那你头家，给你。300一遍，好，啥物食这？